要您要您老八十一点都不亏，您老太侮辱人了，您老还可以还可以，我周深这个算的，您啊，你看这一道菜群英荟萃，接下来这句要您老八十一点都不亏，这是北京特别尊重人的话，这个事件是摆明在讹人他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挪不开会，您老都听清楚了，这给谁打电话呢，物价局完了，曲苑杂谈又开始了，对不对？请把我的枪，这个是，算，为什么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算什么？你去别人家，这不算，左手拿着礼物，右手也拿着礼物，别人家带礼物还没礼貌吗？自己吃的。那他们刚才请妈妈喝杯茶呀？不对啊，我现在都请吃鸡了。他没有礼貌用语，而且那只鸡指不定谁吃的。我特别爱吃鸡，鸡的杀手。对不，有对不起的歌啊。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啊、对，这有礼貌吧？这就有礼貌了，完全是对，现在对周深是那种了哈。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谢谢。哎，对，这有礼貌。甘迪，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反正有这歌，歌名我给忘了。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这算哇，这光听就感觉算了。对。祝你生日快乐。不行，祝你生日快乐！我来，我来。这首歌没礼貌吗？太没礼貌了！你像我这个岁数，已经不想过生日了，还在那唱。记下来，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不算，生日快乐不算祝福。对，以后你的生日将得不到大家的。从此时此刻开始哈，反正也是一个没礼貌的事嘛。祝你生日快乐！以后梧桐生日大家就。什么公主你负手什么雨天气什么，你这首歌没礼貌，因为公主你负手雨天气，祝福你生日快乐。只要生日快乐就是没礼貌，你这首歌没礼貌。已经又给我录生气了。但是我不仅仅祝他快乐，我祝他不受雨天气。不受雨天气就是祝福礼貌嘛，没礼貌。来，我们这一轮的成绩哈，第一名周深。我输就输在那生日快乐。我们接下来这个主题，刚才还不能赢皮揣子啊。对，这两赢两个累积啊，累积啊，用一次翻盘的机会。因为本期的主题是回到小时候嘛，所以第二组的主题是标有明确时间的歌，时间的歌。我来了，我来，小吉。千年的回味。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一月，千年手相牵。三分，我这首歌算了吧，太好了。